办法耶。你讲我啊？除咗你，仲有边个咁扮嘢啊？边个扮咩啊？咁你觉得而家自己似咩？我冇嘢喎。咁咪就系扮冇嘢咯。吓？扮晒嘢。我肯定悟空系中意我嘅，佢未必净系中意我，但佢最爱嘅肯定系我。我记忆之中，任何一个时间点，大师兄都好迷恋师傅。沙珍问过我，明明连我自己都冇大师兄中意我嘅记忆，我凭咩觉得大师兄中意我？其实所谓记忆嘅嘢，好主观嘅啫。你记得，你以为你记得啫。所有人嘅世界观都系记忆建构出嚟，而记忆其实系主观嘅。你又唔记得咗啊？我记得啊。咁你记得啲咩啊？我记得自己唔记得咗啲嘢咯。屌，咁真系唔记得啦。起码我记得自己冇记性啊，我一定系唔记得咗啲嘢。咁我谂下，唔记得咗啲咩，可能会谂得翻起噶喎。唔似得你哋啲好记性嘅，但唔记得咗，又唔知自己唔记得喎。咁你真系唔记得噶啦。咁你唔记得咗啲咩啊？我唔记得点烟啊。我哋识咗几多年？12个月0.4日，有3个钟，仲有5分钟，就是4个钟啦。原来已经一年啦。点啊？系咪开始已经唔舍得啦？系咯，原来只不过一年，好似一齐行咗嗰年。如果你想，我哋可以继续行噶。行咁耐，大家都攰啦。他们累的就由他们休息一下，我们两个走吧。你不累吗？完全不累啊。那就对了，我们刚出发的时候，我在山上跌了包烟，你不累就跑回去看看能不能走得回。啊？好高的那座山，好远啊，要走整年啊。你不累嘛，就去看看咯。走回去要整年啊，不如我买个包给你啊。那包吃开有感情嘛，你不攰嘛。你在那等我喎。等讲坚喎。得啦，出来行讲个顺字嘛。那我行啊。行啦。等我喎。等我喎。是啦。沙珍讲过，佢觉得我好怪啊！佢觉得佢认识嘅人入边，我最怪。佢话我嘅世界观异于常人。佢话冇人觉得大师兄中意我，甚至有啲讨厌我。佢话我唔讲道理，一厢情愿幻想大师兄中意自己，话我完全唔讲道理。但我觉得唔讲道理嘅爱，先系真正嘅爱。你点解会中意大师兄啊？中意一个人是冇得解的，有得解的就不是爱情啦。再冇解都要有个谱，你中意紧个绝对不可能中意你的人，无谓的。都话咗中意一个人是冇得解的咯，即系得不到大师兄，你都冇所谓。你都黐线噶，我梗会得到大师兄啦，得不到的爱嚟做咩啊？但系佢唔中意你，佢其实中意我噶，佢唔似中意你。他喜欢了我，自己不知道。他怎么会不知道自己喜欢了一个人呢？都说喜欢一个人是没得解的了。
沙僧讲得啱，我的确记唔起大师兄有向我示爱，甚至示好，但我一直都记住大师兄系中意我噶，系深爱住我噶。我要自己咁样记住呢件事，我绝对唔会忘记。我觉得真正嘅爱并唔系记忆嘅整合，失去记忆仍然爱，先系真爱。喂喂，大师兄，你包烟啊？喂，我讲下笑咋，你真系翻嚟执啊？喂，出嚟行嗰个信纸噶嘛，你讲咗就当系噶啦，剩翻支先咯，你口味噶。唔使啦，我买个包新噶啦。喂，出嚟行嗰个信纸噶嘛，你讲咗就当系噶啦，剩翻飞先啦。食紧啊嘛，烟薄烟咩？我咪薄咯，唔系惊啊嘛。唔系话惊啊，无谓啊嘛。因为真系惊咯。嗱，都系呢包先食得惯你，我都知道你系讲真噶啦。我讲笑咁讲啫。我知道你系讲真嘅，你话中意我都系讲真嘅。我几时话中意你？你讲嘅。我几时咁讲过？你叫我执烟嘅时候讲嘅。喂，呢啲嘢冇得老屈噶喎。冇老屈喎，系你讲噶喎。你话出嚟行讲个信字噶嘛，我信你噶。呢句我讲嘅，但系。咪系咯，咪你讲个咯。喂，我系话。出嚟行讲个信字系我讲嘅，咪系咯，咪就系呢句咯。你话出嚟行讲个信字，我信你噶，我中意你噶。两句嘢都接唔埋嘅，但真系你讲嘅喎。吓、啊，沙僧话我根本系霸王硬上弓，但我觉得真正嘅爱就系要霸王硬上弓。今次我终于忍唔住，我锡咗大师兄，我强吻佢。我本来以为自己系第一次强吻大师兄。但后来沙僧话俾我听，其实我已经强吻过佢八十次。我唔记得自己经历咗八十次西游，我都唔记得自己曾经强吻过大师兄咁多次。但我记得，悟空其实系相当享受我嘅强吻。喂，你冇拣嚟咯？我几时系拣你啊？你啱啱先拣嚟。我边有拣啱你啊？你明明就系中意俾我锡，对上嗰次啊，仲系你锡我先噶。我几时有锡你啊？上次等师傅嗰阵等咗好耐，我等到瞓着咗，你就趁我瞓着偷偷仔嚟锡我。你冇扮唔记得啊？我冇瞓着到啊，我记得噶。咩偷锡啊？几时啊？你够胆讲，肯定冇发生过咁嘅事。我其实有冇发生过咁嘅事？我唔肯定有，但我记得有，我觉得有。沙僧话系我嘅幻想，话我虚构记忆。自己都呃埋，但如果一个人能够记住未发生过嘅事，咁边个又能够保证自己记得嘅所谓事实都系真实有发生过噶？仲有一次啊，我哋喺山上面，我叉错脚，你扶住我，顺势就食咗一啖啦。啊！有一次啊，天寒地冻，你除了件褛褛喺我身上，借啲意又食咗一啖啦。吓、啊！仲有一次啊，你去麦记买个包俾我，我伸手一攞，你就拉我埋嚟，夹硬又食咗一啖啦。吓、啊！仲有一次啊，我揸啲红灯过马路，你拉住咗我，然后有只 D 锡我啦。啊！仲有一次仲离谱啊，我行行下你追上嚟揽住我就锡，我想推开你噶，你就夹硬嚟捉住我系咁锡。啊！其实所谓记忆根本只是一种想法，一个概念。而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想法，悟空他是暗恋我的。
师傅攞完西经之后，你会去边啊？梗系拎翻去交俾观音啦。但系回程嘅时候，我同大师兄就护送唔到你啦。点解啊？我同大师兄决定咗去旅行，两个人自己嘅旅行。点解啊？师傅，你咁迟遁噶，你同我哋一齐旅行咗咁耐，你唔发觉大师兄对我特别唔同嘅咩？佢好似成日避开你咯。咁啊系咯，又唔见佢避开你，咁即系证明咗佢系中意我噶啦。避开你就系中意你？爱情嘅嘢你唔明噶啦。如果避开你即系中意你，咁就算佢约你去旅行，佢都会放你飞机啦。放心啦，我实有方法捕到佢嘅，佢执甩噶。咁你同佢边系旅行啊？明明就系佢想撇甩你，搞到佢要逃亡，然后你去追捕佢，咁你唔系叫旅行，叫打猎喎。师傅，爱情嘅嘢你唔明噶啦。你呢一种，我真系唔明啊。为咗令大师兄能够鼓起勇气嚟追求我，我决定俾啲鼓励佢。我决定要送一份大礼物俾大师兄，我要抢先捉到牛魔王，我要证明俾佢睇，我一个人都可以攞到西经。牛魔王，攞本西经出嚟。咦？今次得你一个咩？我一个就够啦。是吗？你不是以为我不够你打嘛？我也很抽得的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什么？什么今次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今次啊？有上一次的吗？算了，讲完你都不记得了。你不要这么多废话啦，交本西经出来。西经是给三藏的，给你都没用。你不要再讲废话啦，交出来啦。西经就在这里而已，你就拿吧，你拿了真的没用的。你就没用。这个就是西经，什么都没的。你看当然是什么都没有了，不是给你看的嘛。那是给谁看啊？说明是三藏取西经，西经当然是整出来给三藏看的。你放心啦，虽然你永远都得不到你的大师兄，但你大师兄一样永远得不到他的师傅，而你的师傅又永远得不到他的观音。虽然他离不开，但一样得不到，就跟你师兄一样，就跟你一样。你说什么啊？你凭什么这样说啊？未来的事谁个知道啊？你以为是未来的事，其实已经是过了去的事了。剛才那番說話，即是說大師兄一開始已經喜歡我？我幾時有這樣說過？我記得你剛才是這樣說的。你記得是什麼？那就是什麼啦。
节目，记得 like、comment 同埋 share 我哋嘅 channel， 收睇最强频道，订阅热血时报。